再一个，刘伯温职衔俸禄早就消夺殆尽，眼下是老病缠身，随生有死。来来来来，胡某，谢众兄弟一杯。武英殿盛宴直至凌晨结束，赴宴者有洪都侯完玉、吉安侯陆中亨、延庆侯唐圣宗、平凉侯费聚、南雄侯赵雍、宜春侯黄斌、济宁侯顾实等20余位征战归来的将军。期间胡相与众将皆以兄弟相称，亲密无间。翌日，中书省批拨赏银138000余两，分发各将所部。户部虽以未见朱批为由拒拨，但胡相守谕严责，户部只得遵行。此外，武英殿盛宴，徐帅以备庸为由称病未去。